就是很会做表面功夫啊。同时喜欢很多个。我们就是。Hello。哎嗨。我们今天就是来星座的星座男保养。好 ，OK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天秤座。这个好。对，没错。妆前保养是蛮重要的，关乎你底妆的问题。很多人都说天秤座有选择困难症，你承认吗？我承认。第一个，你要黑色还是白色？黑色。永远取不尽的爱，跟永远拿不完的钱。这没办法选，有取不尽的爱跟永生，还是你要五分钟后就死掉？五分钟后死掉？就是很遗憾，然后可是你又死不了。可是你五分钟后，你也很多事情做不到。洒脱一点嘛，对啊。底妆的部分，我就 BB 霜上全点。天秤座是不是非常的虚假呢？表面上跟全世界上的这份领导，以为彼此是朋友，是不是你是真心换决心，付出的都被天秤座踩地上，那表面上装的跟什么？我们就是打从心底，我认可你这个人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你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位置。但如果你不是个什么咖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很表面的跟你打哈哈，就是很会做表面功夫啊。对，那你承认？对，我承认。底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有用透明的眉卡，就是你有眉型啊，你可以到里面选一个你喜欢的眉型。哦。它有三种。我试试。好，刚这一个我觉得不错。在很忙的时候还是要打。天秤座是不能接受别人讨厌的。对，我们会在众人面前保持一个很完美的形象。普通讨厌的话，你还是表面上要笑笑。对，我们就会我们就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唇妆，它是护唇膏，它有点润色。哦，那我选这个。对，可以双口的护唇膏。对，可以一头先用无色的地方先润唇，然后另外一边再用有色的地方去加强你嘴巴的血色。这个来自于女性的指控。是不是都喜欢当中央空调？这对谁都很好，都可能当中央空调。可能会同时喜欢很多个。同时喜欢很多个。我说，如果是喜欢很多个的话，才会去做中央空调。喜欢的定义，在我来讲，就是欣赏，对，还不到有爱，就是爱慕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欣赏你这个人特点，这样，对。像脸部的妆，大致上就完成。对，没错。那男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头发。Let's try。好，来。但很多人会说，天秤座的自尊心是很高。超高，不可侵犯的领域。应该说，我是觉得比较玻璃心的，就是，我头发抓完了，我是不是要喷个定型？对啊，这样 OK 吗？分析一下，所以你要总结，想要对，你觉得天秤座是一个怎么样的？给天秤座一句话。我们就是难搞。如果是真的很了解我们的话，因为我们就是太表面了啊，你们永远摸不透我们的心。好吧，我们下次见了。好，OK， 拜拜。